塞着小喇叭，躲在被窝里看漫画。虽然我还在想念他，我多么想你也长大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别叫我小傻瓜，虽然我很听话。唐天庭是一名游泳运动员，五岁开始学习游泳，一路乘风破浪。今年二十岁的我参加了巴黎奥运会，获得了两银一铜的成绩。我会继续努力，希望四年之后可以获得我人生中第一枚奥运金牌。我叫邓文静，是一名大学新生。都说大学是青春的舞台，明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我要从这里勇敢追梦。湖南师范大学，我来了。我叫王思瑶，是清华大学的研二学生。未来我将通过姿态估计算法，个性化分析短跑运动员的技术及训练，为中国在短道项目站上奥运领奖台贡献青春力量。我叫罗亚飞，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。未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。今天正好也是我的二十岁生日，大家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？未来我希望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光彩，拥有热烈的青春。我喜欢酸的甜，就是真的我，每一天的雨我都非常新鲜。我到底的味觉有最独特的区别，喜欢酸的甜，就是真的我，青春期的我有一点点自恋，爱人们的世界等待着我去冒险。始终快乐。